真的有点无法想象，我们到走到季中，那这些选手真的就是可以跟真正的运动员等级来做比赛喽。在第五水道的谢瑜荣，那在超过了25公尺之后呢，是一马当先。第四水道的许德伟以及贾母杨，现在不相上下，一转眼就有了一半了。敏锐度啊，勇敢的这种程度，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依据。有啊，那你把他指导成这样。全明星工资曼测试赛垫底，千界正面开三，郭宏志指导成这样。小杰下次要来，你们自己再问他哈。对对对，他不在，我就不用救驾了。他告假，他怕你们啦。27号全明星四庆功记者会，由于本周红队休息，林队小杰因此缺席。千界被问到他的心情有没有因为和福原爱互撕受到影响，给出超暖回应。我相信应该不会吧。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提过，就是他都处理得非常好，所以我觉得他更稳重。所以我相信他还是仍旧会比较过去的那个优雅的姿态。如果前妻回来，我应该会生气。还是没来，小哥来了。对，所以你们好像是联合要对付小杰的意思。他不必联合，他不必联合。小哥对他就好，或者是我个人对他就好，不用到联合。因为有些钱姐不让给我啊，有些女生啊，不管是在做律师啊，这些都比较的，哎呦，不管三不三的，所以也希望说钱姐想到不要跟我太接近，我两个都可以选。这你是都偷看我的东西，因为我们会做一些记录嘛，打星，看说怎么有打星，我说打星的意思就是掰咖了啦，你受伤了。最爱吗？那两位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选手？大概不说。印象深刻啊，对。台大五金。听说他就是也有从事一些运动的基础，的基础什么高尔夫、网球之类的，但这两项目是本身就没有在做。听起来你们俩都没有给他的感觉。缘分啊，缘分。垒球要直远之前，你是没有成长慢慢。为什么不知道？有啊，那如果那你把他指导成这样，那你把他指导成这样。黄金11.45。真的 BBQ 啦，真的玩的啦。